张。嗨，小伙伴们，你去哈尔滨那家去，那家让人过去。现在是几点啊？11:12。到底几点？12点了，我牙都啃这么长。现在是深夜放毒时刻，叫什么？鸭掌、羊肉串、啤酒，咋没有大腰子呀？没拆，找事，无缘无故，六日双休，看看报纸，喝点茶，还不能有人凶我，一个月发了8000八，爽死。8000八都够你花的了，对呀、啊，够吧？8000八不够吗？8000八够啊，他还没包包养金。有人包假车了，一个月8000八，咱真牛逼。干杯！只要你喝下这口酒，你想的。我一想，你让口味都这样，现在咱俩就交换联系了。交换联系干啥？你这联系可以，不可以？谁给我交换交换？你要改变我，全家老小死光光，死光光。哦、行，死光光，给我都，我全家早死光光。哎，驴车太折了。啊、哦，检查好。你两条都回老家了。你俩都回去了。嗯，跟进。好，来，庆祝女友找到工作了。嗯，祝福。丁家就是、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丁家就是你问他，他有没有打算在买房的时候介绍客户哈？好，买房的客户看到有没有装修的，给我介绍装修的啊。好好，恁俩知，大家扶持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人家共同生长。你看咱恁，叫项目的睡会儿吧，让咱坐着，无聊死。哎，开个电视，给咱恁开个电视。不用开。咱在这吃着喝着多无聊嘞，他看来回看就好了，他玩看咱的吧，他不是在看咱这一点点的。今天才是 Siri， 开哪家不是来 3, 2, 1, go 狗就在那耶天哪！帖子，哇，原来这是朝向主题的，赶紧来拍个特写。奶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又一个。快点，今天不醉不归。不醉了，我先回。咋没有人配合呀、哎？赶紧，我搁着，大家都来碰杯。来。来这个。快、yeah. 点。不醉不归啊！耶。人家的女牛是放飞自我，你说错了，是因为你喝醉了。我一直都是最真实的。屁！要不然我给你看，我给你讲好难。看，看，小母牛怎么性格那个？这俩人已经不中了，开始开车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给你看这个偶像包袱。我也不信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我发不下来。